在修忏悔的时候，诸位兄弟，找不到自己的过失啊，好像自己没有缺点呐、啊，看别人全是缺点，看自己一个都找不到。你怎样能发现自己缺点？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回光返照，我有没有找出来了？那是自己的大恩人呐、啊，那是自己的真善之识啊，他帮助你改过自新呐、啊。你能不感恩他吗？啊，你还能说他不是，那就忘恩负义呀。感激他，啊，知恩报恩，啊，自己修学的功德常常给他回向。不是他怎么能提升？不是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过失？所以六祖在《坛经》上讲的好啊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，没有过啊。他都是在像唱戏一样，他唱反面的，他来提醒我的，哪里是他真的过失啊？你我们把他当菩萨看待，他没有过失，他那个作为是帮助我，让我发现自己过失，我们用这种心态，这就是菩萨心啊，就是菩提心啊。我们常常要把别人过失放在心上，在自己的心变成别人的垃圾桶，你怎么能得清净？你要是得到清净心了，清净心是四意心不乱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同居土啊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，品味大幅度的上升了。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还会把别人的不是放在自己心里吗？吃大亏了。这就铸成大错了。啊，常常念着别人过失，纵然你能往生，你是在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啊，品位不高啊。啊，所以敬重同学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认识了，啊，决定不干这个傻事。啊，人人都懂得隐恶扬善，那个作恶的人，他有良知啊，啊，他会想到，你看我作恶，别人都原谅，都不说我。我做一点好事他都赞扬，慢慢他就把他良心唤醒了，他就会改过自新了，你就帮一个人回头是岸了。诸佛菩萨的用心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渐渐就明白了啊，要向佛学习。啊，其实许许多多做错事情的人啊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他，如果用佛的心态，我们的境界就提升了啊。所以他行善行恶全是我们的善知识，都能帮助我们提升。啊，儒家讲啊，三人行必有五私。这三个是什么人呢？自己是一个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两个都是我的老师。啊，善人我见到了，想想他的善行我有没有？没有，向他学习。
啊，要有很好，要保持住。那个做卧的人呢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我看到了，想一想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那个做卧的人呢，比做善的人对我们还有利益。为什么？啊，在修忏悔的时候，注意晓得，找不到自己的过失啊，好像自己没有缺点呐、啊，看别人全是缺点。看自己一个都找不到，你怎样能发现自己缺点？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回光返照，我有没有找出来了？那是自己的大恩人了、啊，那是自己的真善之识啊，他帮助你改过自新呐、啊，你能不感恩他吗？啊，你还能说他不是，那就忘恩负义呀。感激他，知恩报恩。啊，自己修学的功德常常给他回向。啊，不是他怎么能提升？不是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过失？所以六祖在坛经上讲的好啊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，没有过啊，他都是在像唱戏一样，他唱反面的，他来提醒我的，哪里是他真的过失啊？你我们把他当菩萨看待，他没有过失啊，他那个作为是帮助我，让我发现自己过失。啊，我们用这种心态，这就是菩萨心啊，就是菩提心啊。啊，妄识菩提心，纵然修一切善法，这祖师大德讲啊，那都叫魔啊，他不是佛，佛决定不能够离开菩提心的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啊，就是不要忘记时时刻刻执中得本，命力是你的，你一定会得到，命力没有，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得不到，那你何不苦找我呢？不值得吗？啊，财怎么发的？你命里的有，无论你做什么生意都发财。命里没有啊，你想尽什么方法你都发不了财，你拿着枪去抢人你也发不了财，你刚刚抢到就被警察抓去了，不是你的吗？你何必呢？底下说，若无如是微妙法门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登彼岸啊，在这末法王后九千年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成就的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。你见思烦恼能断吗？啊，不说别的，思惑不算，单单讲见惑，你能断吗？啊，见惑断了，在小乘才证出果。啊，大乘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才入门呐、啊。啊，见惑是什么？细说八十八品。啊，略说，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。第一个是身见。第二个是边界，第三个是见取见，第四个戒取见，第五个邪见，这五大类，你能不能把它断掉？
啊，真正断掉了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那个四句话你就做到了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你刚刚做到。啊，我们问问我自己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啊，真难呐、啊！无始界以来就执着这个身是我，现在佛告诉你，身不是我，你不必为身去操心，为身操心叫造孽。啊，身不是我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不生不灭，我是永远不会死的，身体有生命，像衣服一样，啊，衣服穿坏了，换一件，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使了，换一个，很自在呀、啊，很欢喜呀、啊，换个新衣服啊！啊，可是换衣服的时候，那得与你的业力有关系。你一生心善行善，越换越好。啊，如果你心行不善，那越换越差了。啊，这一生是个人的，是这个身呢，来生换成畜生身了，换成恶鬼身了，你越换越差。啊，可是不管换的那个是什么身，身都不是自己。啊，这个事情要懂啊。啊，那么一般是世俗谚语讲，啊，什么是自己？灵魂是自己。灵魂没有生死，啊，他会到六道里头去找身体，啊，去找一个身体，啊，找个身体也不是随自己的意思，那随自己的意思，怎么都找天身都好啊，啊，去享天福啊，啊，找身体是受业力的支配，啊，还是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的心要善啊，那你找到的全是善的；你心不善呢，那你所找的都不善。由此可知，这善心善念多重要啊！今天我们外面的环境都是引诱我们起贪嗔痴慢，贪嗔痴慢是最不好的心念。如果真正懂得因果报应，你就能够克制自己。啊，因果理论里面讲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命力是你的，你一定会得到。命力没有，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得不到。那你何不苦造恶呢？不值得吗？啊，财怎么发的？你命里都有。无论你做什么生意都发财，命力没有啊。你想尽什么方法你都发不了财，你拿着枪去抢人你也发不了财，你刚刚抢到就被警察抓去了，这不是你的吗？你何必呢？不善手段得来的还是你自己命里有的啊！你命里没有的时候什么手段你都得不到。啊，所以我们想象，日本人侵略中国，想占领中国，
他没有这个福报啊，中国不是他的，打了八年投降了，这不是的嘛。那满清政府在关外啊，他到中国来统治260年，那他就有这个命吧，那这块土地是他的吧。啊，不是他的，用战争用占领都不行。真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。啊，用战争的手段夺得来的还是自己命里有的。但是战争的手段是非常不好的手段。你杀了多少人啊，伤害了多少人民的财产。这是极大的祸啊。都有报应了。你的福享完之后你都要报啊。那皇上不好当啊。到亡了国之后啊，这些皇上都要去还债啊，都要去偿命啊。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。所以人真正把这些事情要搞清楚了，那个妄念统统洗掉了。什么好呢？还是念佛好。还是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好。今天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什么人才啊？传统教育的老师。如果国家能养50-60个老师，国家设立一个专门电视台，24小时来播放，这50-60个老师，他们的力量超过500万大军，能在一年的时间把这个国家社会的时候带上轨道，人人都觉悟了，灾难就化解了，连这个自然灾害都没有了。非常可惜，现在西方国家选上了任期4年，他脑子想到争取底下一任的选票，他没有想到这种事情，这个很可惜啊！我得有机会还得劝劝他们，应当说把选票放弃，下一任干不干没关系，自己能够有这个4年的时间好好的把这种事情办好，那这个功德多大，无与伦比的功德了，超过选票太多太多了。我每一年布施出去做这些好事，差不多是美金1000万。我做梦都想不到啊，就是越多啊。那法布施增长聪明智慧，我的寿命45岁，我已经多活了40年。是说无微不施吗？无微不施第一个就是素食，不再跟众生结冤仇了。所以我吃素食今年59年了，这明年60年了，素食不跟众生结冤仇。放生。不施医药。不施医药就不会生病啊。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不能生病啊。为什么？没有医药费。医药费都不施掉了。如果我要存一笔医药费肯定会生病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个钱是治病用的，那你肯定要生病，那个钱才能用得掉。所以我把我的医药费布施给医院里。布施给这个贫穷生病的人，帮助他们。每一年的20多万，帮助他们。这医药费开销掉了嘛，所以健康长寿嘛，就不能生病嘛，不会生病吧？这些都是老师教的。我对老师相信，依教奉行的，所以这一生过得很自在，过得很幸福。
啊，这个行业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这个路子走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除了教学还是教学，没干第二桩事情。啊，现在我们真正明了，只有教学能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苦乐是果报，因是迷悟，教学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那个果自然的，他不就离苦得乐了吗？啊，再回过头来看看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，我认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。啊，为什么？都是教学啊。啊，耶稣当年在世教学三年，他被人害死了。如果不是被人害死，我相信他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终身教学啊。啊，穆罕默德教学27年，啊，释迦佛教学时间最长，49年。啊，这个教学快乐啊，提升自己的德行智慧，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，所以挽救今天社会风气用什么方法？教学嘛。啊，如果哪一个国家明白了，啊，国家领导人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啊，利用国家的电视台，利用国家的网络，啊，来教伦理、道德、因果这些科目，这些科目都是帮助人觉悟。我相信那个国家顶多一年社会就安定了，那问题就解决了啊。过去我跟许多人谈过，蒋介石的时候也说过啊，今天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什么人才啊？传统教育的老师，如果国家能养50-60个老师，啊，国家设立一个专门电视台，24小时来播放，这50-60个老师，他们的力量超过500万大军，能在一年的时间把这个国家社会的时候带上轨道啊，人人都觉悟了，灾难就化解了啊，连这个自然灾害都没有了啊。非常可惜，现在西方国家选上了任期4年，他脑子想到争取底下一任的选票，他没有想到这种事情，这个很可惜啊！我得有机会还得劝劝他们啊，应当说把选票放弃，下一任干不干没关系，自己能够有这个4年的时间好好的把这桩事情办好，那这个功德多大，无与伦比的功德了啊！超过选票太多太多了啊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看《四书全书》编的是经时自己，智慧在经，在字，经验呢？经验在史，在历史里头，你去寻找。肯定有解决的方法，老祖宗知道清楚。
怕后人疏忽，特别给了一个提示，这个提示永恒不变，叫真理啊。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苦乐二途，我们现在完全体会到了啊，但是要记住佛的开始啊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啊，我们没人给我们讲，我们做错事情，佛宽宏大量，原谅我们，他不怪我们，不责备我们。那我们也要用这个心态对待现在一切作恶的众生，也要像佛一样原谅他们啊，他们可怜，他们无知啊。啊，他如果说是像古时候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，他不会这样做法啊。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社会中啊，灾难频繁，有没有方法来挽救呢？方法有啊，以前曾经有人问过我，他说我们小孩遇到困难了，他会找他爸爸妈妈来帮他解决。说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了怎么办？还是这个例子，找老祖宗啊，问题就解决了，真能解决啊。那老祖宗不在世了，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的经验流传下来了啊，在哪里呢？老祖宗的智慧在经里面，你看四书全书编的是经史子集啊，智慧在经，在子，经验呢？经验在史，在历史里头，你去寻找，肯定有解决的方法。老祖宗知道清楚，怕后人疏忽，特别给了一个提示，这个提示永恒不变，叫真理啊。八个字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那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？教学，教学就能解决问题。这个在佛法根本法里面说的。佛知道苦乐，妙显苦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你迷了，你就会做错事，你就会受苦报，迷了。如果你觉悟了，你醒悟过来了，你不会做恶事，你会断恶行善，那你就会离苦得乐。这是大前提啊，大原则啊。今天众生这么苦，没人教啊。教什么？教人知，这就叫教育。不是教这些科学技术。那个不是教育。
中国人讲教育的时候是教人觉悟，那是教育。这一桩事我们要明白啊，中国古圣先贤从小就教人觉悟啊，懂得人与人的关系啊，你的一生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，你会把关系处得非常好啊，关系处好那叫德了啊，懂得因果的关系，不但不会做恶事，连恶念都不会生起。啊，那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的心善，思想善，言语善，行为善，你一生享不尽的福报啊，这福报从这么来的呀。啊，物质上的享受，这个我们世间人看这个为福报，其实那是福报里面的一小部分。啊，财富，财富命里有的。啊，命里有多少，你没有办法强求。啊，你想超越你这个命里面的财富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你做不到。啊，你命里的，你想把它减少一点也减不掉。啊，你命里怎么有的？你过去生中种的因啊，这一生果报现前了。啊，财富是果报。布施财物是因。啊，这一生当中得大财富的啊，亿万富翁，前世修财布施修得多啊，到处散财啊，那看到贫穷人需要的时候，他一丝毫吝啬都没有啊！啊，他这一生得大财富，怎么来的？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过去生中法布施。啊，健康长寿是果报，过去生中是无微布施。啊，修这三种布施，他就得这三种果报。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。啊，过去生中没修，这一生要是运气好，遇到高人指点，你能相信，这一生修来得及。啊，我就是这个幸运的人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这三样东西都没有啊。啊，有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，我很相信这。啊，命里财库啊是空空的。啊，要饭的命啊。啊，聪明智慧还有一点。啊，这一生能转过来就靠这一点。啊，无微不什么有。短命啊。啊，我相信。我们家乡的人知道。啊，家乡在我曾祖父那一辈还不错。祖父那一辈家就败了。
啊，到我父亲这一辈是贫无立锥之地啊，在故乡没有一亩田地，没有房屋住啊，啊，我一个人跟几个同学到台湾去了。啊，遇到传统文化，遇到了佛法，啊，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因为一个人嘛，没有后顾之忧啊，啊，那命里不行啊，命里财富什么都没有啊，他就叫我修，所以这个是他老人家教给我的，啊，叫我修财布施，我说我吃饭的问题啊，都成问题了。哪有财布施啊？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？一毛钱可以。啊，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勉强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。啊，要有布施的念头，要有这个心。遇到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就得去修，真干。今天佛来接引我，立刻就去，什么牵挂也没有。那你就真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说是阿弥陀佛，等等，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，阿弥陀佛不会等你。啊，他就走了。啊，你的机会就失掉了。若无如是微妙法门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登彼岸？这是念老啊，无限的感叹，提醒我们啊，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啊，就是性命之名，往生净土这个法门，那可以说末法众生。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在一生当中超越生死轮回。为什么这样说法？因为84000法门都是要消业障的，没有待业的。啊，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确实像一场噩梦一样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啊，就从梦中醒过来了。啊，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它不是真的呀。啊，佛经里面说的很多，你细心去观察，静如佛说。佛讲的一点都错。我们在这个世间不知道有多少次的轮回了，这说不清啊。习气太重了，时间太长了，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想断断不了啊，见解上的错误，执着这个肉身当作自己啊，为这个身体，身体不生活，为他搞自私自利啊，搞名闻利养，你看为这一层三寸不烂的舌头
啊，他要品尝无畏。你说为他造多少罪业？啊，吃东西吃到喉咙一下就没有味道了，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贪图口味就为这三层舌头啊，这一生造多少业？这不是我啊。是几个人觉悟？啊，这身体这个幻象是一个工具，这个工具迷的时候他造业，觉悟的时候他修积功德。啊，我们得好好的利用这个工具，不让他造罪业。啊，要让他帮助我们化解愿意消除障碍，啊，那就对了。佛门里面祖师大德了教导我们借假修真，这身体是假的，得借他了来修真的。啊，真是真性，真性不生不灭，那才是自己。所以总得认清楚，认不清楚迷惑吗？啊，那么这一门它的好处是待业往生啊，无世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可以带着走，但是它有条件，带过去的不带现行啊，过去所造的罪业能带去啊？什么时候过去呢？昨天造的都是过去了，能带去，今天再造不行。我们要求往生，昨天造的罪业可以忏悔呀、啊。我今天改过自新，今天念佛能不能往生？肯定能往生啊！那什么不能往生呢？今天还在造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呐、啊！啊，昨天带的都能都行啊！啊，就怕临命终时还造业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啊，造什么业呢？啊，最后一口气没咽气的时候，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还有名闻念养的利养的念头，啊，还有哪一个人对我过不去，我还没报复的念头，这些念头起来的时候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对家亲眷属的贪爱，啊，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念念不舍，那就不行。啊，都要写得干干净净，啊，一尘不染，啊，一丝毫挂碍都没有了，这才能走得了啊！啊，关键在最后的一念呢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语言太殊胜，也太难得，啊，佛祖教导我们，天天都做往生想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天天都要想到放下，彻底放下啊，没有任何留念啊，天天做如是想啊，今天佛来接引我，立刻就去，什么牵挂也没有啊，那你就真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说是阿弥陀佛，等等，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，阿弥陀佛不会等你，啊，他就走了，啊，你的机会呀就失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是微妙，可是经上讲的人天福报啊。
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？这福报到哪里去了？其实福报是有，被我们自己糟蹋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做人呢，不像人的样子。啊，人的样子，最起码的条件。仁者爱人呐、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讲，凡是人皆须爱呀、啊。啊，仁者爱人，中国人讲仁，仁义的人，你看仁旁边是二，那是仁。想到自己，同时想到别人，这是仁。只想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呢，他就不是仁了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老师，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老师啊，导师，明灭我等，开此净土法门，妙显苦乐二途，极扬沉迷众生。啊，开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讲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。啊，一切诸佛成佛，确实完全平等，智慧平等，德能平等，福报平等。啊，那为什么其他诸佛的世界不像极乐世界？这是修菩萨道的时候愿力不一样。阿弥陀佛发的愿是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啊，发这样的愿太少了。这是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看到啊，四十八愿看到。你仔细看看，啊，诸佛如来愿力不一样，所以成佛之后啊，这个净土啊，圣妙也不相同，啊，除此之外没有不相同的啊。这是悲悯我们，啊，特别是凡圣同居图里面。烦恼习气重的这些众生啊，所以古德曾经说过，这个法门是先度凡夫，后度圣人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凡夫具足这三个条件，心、愿、持名念佛，具备这三个条件呢，就成功了。啊，所以开这个法门呢，特别法门呢，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，叫门与大道。啊，妙行。苦乐二途，极乐世界的乐，娑婆世界的苦，我初学佛的时候60年前啊，看到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这些众生苦报，我那个时候感觉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的太过分了一点啊！啊，这个世界哪有这么苦啊？可是到现在呢，现在再看这个经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他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。啊，这个世界真的，无论是。贫富贵贱啊，你去问问哪一个人有幸福
哪一个人活在这世间快乐？哪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有安全感？找不到啊。可是经上讲的人天福报啊，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？这福报到哪里去了？其实福报是有，被我们自己糟蹋掉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做人呢，不像人的样子。人的样子最起码的条件。仁者爱人呐、《弟子规》里面讲啊，凡事人皆须爱呀、仁者爱人，中国人讲仁，仁义的仁。你看仁旁边是二，那是仁。想到自己，同时想到别人，这是仁。只想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呢，他就不是人了。那么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唯有人懂得报恩，知恩报恩呢，人懂得。报恩第一个是报父母恩呐、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这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。在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这样的教人。现在我们不知道父母恩，也不知道老师们。说实实在在的，现在做父母的不会做。都忙着自己的事情。小孩自己不教不养。得交给别人去养去。对不起小孩啊。对小孩没有恩的。这小孩怎么肯报恩？老师没教学生，没有真正教啊，所以学生对老师也不知道感恩的。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为什么社会搞成这个样子？学一句佛法讲的无量因缘呢，不是很简单的。我们能够有点安全感，没有这些恐惧，有幸福感是什么呢？我们只认定啊，我在这个世间存活的就是今天，我不想明天，所以今天要很幸福，我该做的事情好好做，不该做的事情全放下。我们有忧虑，如果想到明天、明年、后年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决定没有这个念头，念念想生极乐世界，念念想着阿弥陀佛，我总有一天把它想来了，别的不想了。想阿弥陀佛，那就是上善，阿弥陀佛是上善的，那个十善业都圆满了。说此大火炬，彼清凉池。此是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世界苦难太多，叫大火炬，就等于是地狱一样的。彼是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是清凉池。我们在学习佛经。也常常说到，西方极乐世界
跟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差别？毫无差别。啊，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大火炬，那个地方是清凉池呢？居民存心不一样啊。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啊，《小弥陀经》里面就说，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就是那个世界里面的居民是什么人呢？上善啊，这个善是有标准的，就是十善业，啊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他把这十条啊都做到圆满了，叫上善嘛，个个都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个世界好啊，啊！佛在经典上常常告诉我们啊，相由心生。境随心转，人家那个地方的人是上善之心啊，所以没有一样不好啊，相貌好，人的相貌好啊，居住环境好，什么灾难都没有啊。那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今天世界呢？啊，也是上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，不过不是善，是恶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到贪嗔痴，也是做到很圆满。啊，那麻烦就来了，啊，这社会动乱，这个天灾人祸这么频繁。啊，搅和到整个世界，啊，富贵贫贱都没有安全感，都没有幸福感。你说这个世界，这出生多可怜呐！啊，我们能够有点安全感，啊，没有这些恐惧。啊，有幸福感是什么呢？我们只认定啊，我在这个世间存活的就是今天，我不想明天，所以今天要很幸福，我该做的事情好好做，不该做的事情全放下。啊，我没有忧虑。啊，如果想到明天、明年、后年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决定没有这个念头，念念想生极乐世界，念念想着阿弥陀佛，我总有一天把它想来了。这别的不想了。啊，想阿弥陀佛，那就是上善。阿弥陀佛是上善的，啊，那个十善业都圆满了，啊，这宝莲在前呢，道山在后啊，啊，这就是由我们选择了，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七宝莲池在前面。如果不到极乐世界去，还想留在这个世界了，那就刀山在后，那什么地狱啊，刀山地狱啊！哎，你是往前还是往后？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于是自然升起圣愿，愿力娑婆求生极乐。你必须真的知道。为什么呢？你才能够放下啊！这个世间
不再贪念了，啊，不再造轮回业了，啊，不但不造轮回业，轮回的心也断掉了。啊，怎样断轮回心？你把阿弥陀佛的心放在中央，其他一切杂念都丢掉，轮回心就没有了。啊，你那个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。啊，所以我们敬宗同学早晚课诵啊，我们的早课不能够念全部无量寿经啊，我劝大家早课就念第六品48愿呢。啊，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啊，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，这还能不去吗？这去定了啊！晚课我们选的是32品到37品，忏除业障啊。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？讲五戒十善。啊，用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的行为。是善要真干呐，不善要真断掉啊。啊，天天在读。天天在学，天天在讲，你说多快乐啊，多幸福啊！不是讲给别人听啊，是讲给自己听啊，别人是旁听的，那自己是真学啊！啊，天天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增长自己的智慧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好的？道理真正通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你自然就能放下啊，把娑婆苦放下了，把极乐的乐你就取得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